好，今天到这就好了。好，看他住了。慢着。你们是要走了吗？对啊，我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。从前有一位武侠，他走火入魔，只要一喝到酒就会想要拿刀。有一天，他跟他的同门师兄弟在饮着酒。大哥，我敬你。来，我敬你，喝一杯。大哥，我们来喝一杯吧。来。我们再喝一杯吧。刀！我的刀呢？刀！我的刀！我的刀呢？大哥，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要闪开，你不要冲动，快管他抓住！刀！我的刀！闪开！大哥，闪开！闪开！不要冲动啊，大哥！刀！闪！闪啊！我的刀！别动！我的刀！刀！大哥！我要刀子！闪！冷静！我要刀子！冷静！你冷静了吗？冷静了，冷静了。好，好。你冷静！冷静了吗？冷静了。确定？确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师弟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师弟，师弟，来喝酒，喝酒啊。师傅，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抱歉，抱歉，不好意思啊。来来来，喝酒，来来喝喝喝。哎，酒家钥匙，酒家钥匙。酒家钥匙，钥匙，喂，酒家钥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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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道不是？看来不要。大哥，千万别侥幸啊！不要侥幸啊！不要！把他的同门师兄给杀了，最后还滥杀很多无辜的好人，很多喝完酒的人都跟他一样，太过分了。不止这样，还有医生、护士、单亲妈妈、孤单老人、家境清寒、努力赚钱养家的人，未来国家栋梁、青年才俊、遵守交通规则、善良百姓，这些人都平白无故牺牲了。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：
虽然他走火入魔，但是你们认为这是可以选择的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可以啊。这个人太侥幸了。太侥幸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要是我就不会这么侥幸。嗯、对啊。那你们还不赶快放下你们的刀？刀？酒加钥匙是什么？刀子，刀，刀。所以你们喝了酒还要开车回去吗？你们都要变成杀人魔吗？可是我们要怎么回去啊？对耶，坐计程车回去不就好了吗？笨啊！对啊，对，那怎么？带计程车回去就好了。哎，那我们的车怎么办啊？我明天载你们来就好了嘛。对，明天要载我们来，你明天要载我们来，嘿嘿嘿嘿，这就是我的名片，有需要可以打电话给我。